100块钱。阿姨哈哈，对哈哈哥。知道吧？你如果你也可以去拔一拔，知道吗？拔一下好一点点，花了我100块钱了。我们这里它就是拔罐的话是40，然后就是刮，他说他刮痧免费送的，然后就推背的话是60，100块钱。其实现在的话，这种就是理疗行业的话不好做。我昨天去了好几家，全部都关门了，全关门了。刮痧八万，他送我的，就拿了刮板就搁在背上，拼刮。他说疼不疼？我刮，他冷不冷？冷，好疼啊！就是他就是推背的时候有点疼，推背的时候，特别是按到那个穴位的地方的时候，就是就是那个筋堵的地方的时候有点疼，但是特别疼的特别爽。哦，对啊，他进我推背的话，他说60，他说刮痧就免费送给我了。进我推背有疼，有一点疼，知道吗？他问我，他说疼不疼？我说冷，特别是就是他推完背刮完痧之后，你如果说就是把火罐手给他吸的那个过程中，一吸的时候，牙齿都在哆嗦。我推过100-200了，多久？40分钟还是1个小时？一般是40分钟，是不是？多久嘛？你推的是多长时间？没有，我哪里到哪里？那能干嘛？那不行，女的。欢迎打酱油的哥哥，你肯定是叫的女的了，那还用说了？